哎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大坑。那我的花花。你的花花。花也。看到阳光就很开心。哎，另外一个也出来了，好开心啊！走吧。好。走啦，现在没时间了。啊，给我拿。我还以为另外一个死掉了，结果他起来了，只是发的比较慢。我没有想象中的冷。我在厕所洗澡，所以原来这个时间也很空哎。就对了，不一定。你的车子还有水吗？不是，车子用的水很闷哎，你要不要先出来一下？好。那先透个气。那个可以拔掉吗？可以。好、哦。我们到大坑了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爬了山路，爬得有够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爬上去又爬下来。好，然后来到这个圆环这边，有来过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圆环。真的吗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吃芋圆，可是我们不想吃东东，所以我们要吃哪一间呢？东东隔壁。在哪里啊？东东在哪里？东东。那我们要过去，你有看到好吗？没有，我要开打开。会在左上角，应该在左手。警察局，我可以进去问警察，我要去哪里吗？请问警察，东东在哪里？我要去东东隔壁那间。哦，好像是这间。洞。哦，今天是这间。这间啊，那如何？这边吃一碗，那边吃一碗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决定，我好专属停车场，决定东东吃一碗，后面吃一碗。嘿，东东，我哈坐得好优雅。我要排队吧。点餐区。不是应该先看有没有位置？有吧，有啦，有啦。前面有菜单可以先写哦。前面有菜单，写好这边可以结账。好，上面冰的，下面热的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先找位置哦。要先找位置。另外，大家先拿单子写哦。要死我，夸张！怎么那么夸张呢？先那我去解还是你去解好不好？好、啊。前面有菜单，一个三号冰内外带，内用50。内用外带都先拿单子写哦。哎呦。对，88号。好夸张啊，人那么多啊！你要查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没有。谢谢。我问人家借一句很普通。他们是有味道的。好吃？我喜欢。还不到好吃的程度，但是我喜欢。
好，我们吃完了，吃完下一间，我们真正的目的地。东东是顺便的，生意好了。我没吃过，我吃过一次，我觉得就还好啊。是啊，我没有吃过。素的。啊。何必啊？哼。到了心动的现场，这才是我的目的地。是综合的，综合热情场，对啊，这一套，我那时候你又不要其他的，没有吧？好，哦，不用先解啊。内用，你要做这个比较大，冰的吗？对 ，good。先开动，看一下，我要先拍他的近照。哦，大哥的，大哥的。OK， 又不太一样。珍珠大豆跟芋圆。他好多了西米露。这是芋珍珠吧？还有一点。还一人啊，好棒啊，都是我的最爱。这比较符合我的口味。嘿，好。一人呢？他叫什么？一人啊。他叫，我之前有研究，他是不一样的品种。你还有研究？嗯，你怎么知道它难吃？说明它很好吃。要是公公公，你就不去跑了。越讲越小声。可以，我们到大坑风景区啦。你有开吗？他没有在下雨。高山南瓜已经20。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来的地方，就跑到不知道什么鬼地方了。洛神花嘞，哇，好美啊！那就好好吃了。洛神花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。狗狗，哎、欸，它会闪。那色是好臭、哦。试试看吗？好，好，这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开车到这个最上面，就是我们走错的地方了。这边是起点，啊，我们给人家从山上
开车转过去才发现，嘿，那个是步道，不是给人，不是给车走路。可是导航他叫我们走那边，嗯，所以我们就卡在那边。嗯，好笑。好，总长多久？1.6公里。嗯，我们走了200多公尺。嗯，你看1.6跟200多，我们走多远了？好八倍，我们只走了1/8。嘿，我们要下山了，我要去吃昂阿给。还没找到好吃的。不是决定好吃比较远的那间。嗯，你说什么龙之？龙之谷。什么龙？什么之？什么谷？龙。啊？龙之谷啊。哪一个龙？龙。就是龙。龙的谷的那个龙之谷啊。不是，山谷的谷。嘿。那就是山谷的谷，所以是龙的谷。嘿，对，听起来很中二。你不是说要找怂一点？我要找怂的，我不要找中二的。来去，来去哪里？是啊，来看一下身高200多米的四角。可是我还没有饿。你刚刚有吃芋圆。然后我们又走路。好，我们晚餐决定吃这间龙之居。我们就是想要吃鸡鸡。好冷吗？好冷吗？龙之居焖鸡副总，你好。两位吗？对。这边我很多年前有来吃过，我小时候，我对这边有印象。哦，生意很好啊。嗯。哎咻，哇，那我们送餐要跑很远呢。对啊，哎，还距离。天哪。嘿嘿，感谢。凉拌过猫，我想吃，我要吃150。好啊，点啊。还有石冰哎，
什么东西？五谷死兵、哦。原来是鱼啊。谢谢。谢谢。一个凉拌桂，凉拌桂鸟和风酱，那可以选和风跟沙拉，然后一份麻油，鸡油，鸡油嘛，鸡油面前面有麻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一个白饭，然后一份鸡，你们想要再多点？你怎么不点十兵啊？啊？你怎么不点十兵？因为吃不完、啊。你有看十兵一盘多少？一只鸡我们两个就差不多了、啊。好吧，士兵好像300的样子。顽石已经很努力了，还是伸了脖子，两只翅膀跟鸡腿一只。啊，外带打包回家。